这一天咱打仗是完美。随口说大马，大家好啊，今天是5月28号，礼拜六，今天是礼拜六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我父母今天结束集中隔离了，在上午10点多的时候说发微信，就已经收拾完东西了，等着就回小区了。然后中午的时候，我爸发张相片，看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小酒杯已经端起来了。社区还是就是做的比较不错的啊，给搁了一个纸箱，纸箱里头有5斤米、5斤面、5斤油，然后还有一个蔬菜包。我问了一下我妈这个回去以后那个基本情况，就说没什么味儿，我就是担心我爸有点哮喘，我担心他们比如说楼道啊、电梯啊消毒啊，如果是用那种比较强力的消毒水啊，我怕会有味儿。这是忙着做饭呢，还是坐着等着人家给送饭呢？啊，这鱼死了吗？花死了吗？鱼没死，花有点，有的长黄，长了黄叶了，有的长点黄叶。送那个什么，那个吃了速冻饺子。我爸那喊什么呢？其实能出门吗？菜都多着呢，那回小白子买那都没吃呢，还又社区又发的，完了这回又发，冰箱都搁不下，菜都蔫儿巴了，太多了，熟食也特别多，什么都有。这儿还那什么呢，东西太多了，哪吃黄瓜了，那是腊八蒜，吃的速冻饺子，他吃的是虾馅的，我以前给他包的，我吃的是牛街我以前买的，这都有速冻的。他说那花呢起死回生了。有味儿吗家里？哎呦，说消毒水啊，那味儿有吗？什么味儿也没有，没味儿。人家这都贴着封条呢，谁家有阳性的也许去进去，一般的人他进去干嘛呀？这都贴着封条呢，每家人有巡逻的，他喷他也就是楼道里喷喷，这个没味儿。没有，在酒店那儿的有，酒店那个过道呢，一天喷好几次。看来呢是一切都好，那个下午就应该是办那个出入证，就是解封了，小区可能是也不用再封了，但是进出需要办出入证。本来我老婆说明天去那个牛街清真超市，说要再给买点东西，结果他们说不用。上次就是被送走隔离之前，我老婆买的东西还都有。那不用就不用吧，这个就希望北京这波疫情赶紧过吧。我现在是去接我女儿，他们在画画，下午是有画画课，2个小时。一个月是4次，就是一周一次，好像一个月是120。他也不是按月算啊，他是按次，可能大概就是31次吧。你交了一个月的钱，比如说120，你4次吧，但是你上个礼拜没去，不是说这个钱就白交了，那你这个月来3次，那你就是下个月你再去一次，就是反正就是31次吧，按次算吧。这个你去过4次，那你这个就没有了，你就需要再交钱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接他们，我今天就不准备做饭了。我就上午我就跟我妈斗，我说这个，你这
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说你这个回去，你告诉我一声啊，我得买啤酒啊，我得庆祝一下。其实昨晚上都庆祝一回了，我今天再庆祝一回。一会儿带他们俩去外边吃的得了。那手怎么了？啊？怎么还贴了一创可贴了？没事。你看你画的今天？今天你画的啊，周爷？啊？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等的时间太长了是吗？啊，对不起，那你傻呀？那你不会在里头有冷气的地儿等吧？啊，他不要我。为什么呀？那你们在那儿，我开到这儿也能看到你们啊。哈达，下次别那么犯傻，你站在外头等，在里面等。这辆车怎么样？啊，兰博基尼。记着啊，就是你爸比较喜欢这个。等以后你们挣了钱了，可以送我一个啊，行吗，作业？啊，看看答应多痛快。爸爸，哎，万一我有个100，我可以现在给你买一个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说的我这都快掉眼泪了。你有一个100就给我买一个，有一个100还真买不了。我有100跟150可以买吗？哎呀，能买个玩具的。100可以买吗？就反正多赚钱吧就可以了。你看看这家的生意，这刚溜都满了，刚才等了半天没地儿停车。你看看玛格丽达他们那边的生意，你现在去玛格丽达那边没人。有叫饭吗？没有。你有叫饭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一会儿让姐姐带你转一圈，你看看你吃什么，你先点好吗？你看那边有西餐，边有披萨，有波根，肯定有薯条。那边也是，看看有没有炸鱼薯条，没有你来薯条，我给你来配点炸鸡啊。那边还有什么炭烤花盆鸭。行啊，那你小心啊，你别走丢了啊，听到了吗？啊，你去看一眼就回来啊。我这是假的，你别走丢了啊。把手机拿起来，西餐都在那边，中餐这边都是中餐。哎，好，给我。看完了，什么东西啊？试纸。坐好坐。不要晃桌子，爸爸这个都摔了好多次了啊。摔了3次。你知道有多少个100可以买这个吗？要是你那150都不够用啊。我把你这也放在冰桶里啊，保证是冰冰的啊。太过冰了，我这个是暖宝宝。姐姐还干了，哎，姐姐从这边过来的，点的中餐啊。点的什么呀？没点。好，那边有阿崩吗？我去看，怎么样？你行了，一会儿我带你去，让他点完了的啊。你这儿能丢了，一会儿走没了。我知道。我跟哈达一起去看。去吧去吧，没班呢，满处跑。小朋友们都喜欢吃的阿崩，4块钱5个。你着什么急呀？好疼。
好吃吗？你小时候特爱吃这个，记得吗？还记得这个吗？记得。现在妹妹也特爱吃这个。奶奶回家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你没打电话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。对，你打电话了。哎，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看到在后面。啊，对，中午那会儿啊。不好意思，倒霉蛋，给你们吃的是我们家的。这个是我的。啊，你的。然后我们是包括在后面，如果你有出去的话，你们可以过去看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外面。看看看看。谢谢。说什么？燕麦，配点糖。这是甜酱。甜酱。甜的，啊，不辣。不是辣的啊。多少钱，老板？十二。谢谢啊。二十块是吗？谢谢啊。多少钱？15.5。下次来可以拆我们的甜点了，今天是千层蛋糕。10块钱的鸡肉串，10块钱的炸鸡，五谷炸鸡柳，10块钱的这是什么？看出来了吗？8爪鱼，10块钱的炸小8爪鱼，你那个是什么？肉丸子意大利面，多少钱来着？刚给完钱，15.8。哎，鸡肉串，这是不辣的。这个是辣的，不太好吃。啥门？对，刚才一又转一次。不够难换。又转一次。多少钱？28。谢谢啊。小朋友的炸鱼薯条是吧？28。这你吃的最贵。啊，你还单独啊、哦、还单独还有一薯条。那21。这个好像不太新鲜了。爸爸，这个什么意思？爸爸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柠檬，是当醋用的。如果你要吃酸呢，就挤到鱼上，是吗？挤一点，好吃。这个好吃啊？那你们吃这个吧，这个不新鲜，是吧？这有味儿，你吃是不是味道不对？酸的。别吃了，我就吃完闹肚。你们把薯条那个薯条放近点吗？你这儿这么多呢，你都能吃了吗？对吧？这个是我跟姐姐的啊，来一杏仁。你的比我的还多。我们俩的，你能吃了我再给你啊。都吃了吗？需要。快吃啊！我把这杏仁。好了。这一天跟打仗似的，完美。